请掀开经本第41面，第五行，41面第五行，复有无量日天子，所谓日天子，光焰炎天子，须弥光可为净常天子，力垢宝庄严天子，勇猛不退转天子，妙华应光明天子，最胜常光明天子，宝积普光明天子，光明炎天子，持圣德天子，普光明天子，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戒勤修习，利益众生，增其善根。到这个地方，这里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日天子。这也是属于欲界天，在这个地方是代表第十回向。第十回向是入法界无尽回向。华严经上虽然菩萨的品位有高低层次的排列，但是这个理念我们一定要晓得，它确确实实是圆融，任何一位都具足一切位，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日跟月常常并称，月表有欠虚，我们看到夜晚看到的月光有圆有缺，缺的时候多，圆的时候少。而太阳呢，我们所见到的是有圆而没有缺，表菩萨真是智慧，普照世界。前面讲过，月天子他比较清凉，比较全知利益一切众生。自利利他了，都需要全智全识善巧方便。而日天子呢，代表实智真实智慧，这种智慧能破无明，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般若无知，无知之知就是真实的智慧。般若智慧开了，我们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这些话都是说根本智开了。这种智慧开了之后，就有能力破无明，证得法身。那么既然能破无明，我们一定能够联想到他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都转变成菩提了，转烦恼成菩提，能够转变，给诸位说，不是定，是慧。定只能够伏烦恼，让你的烦恼不起现行，不能转。转烦恼成智慧，一定需要根本智。那么在此地用日天子来表法，表这个意思。有根本智之后，才有后得智。后得智是表现在你生活上，善巧方便的，就是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所以华严的境界无障碍的法界，特别到末后一品呢，要跟诸位详细报告。末后一品入法界品，入法界品是什么个意思？要用我们浅显的话来说，过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是一真法界的生活，我们能不能享受的？能。只要你开悟了就行，你就过诸佛如来的生活，大自在的生活，真正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然后你就明了，原来一真法界就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之中。问题就看你的念头能不能转得过来，转迷成悟啊，转凡成圣啊，转众生成佛，都在这一念之间。平常持戒修定，目的就在此。那么有些人很短的时间就真的，有的人呢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什么原因？个人的烦恼习气不相同，有的人烦恼习气浅一点，他觉悟得快，他也断得快，转变得快。有些人烦恼习气很重，妄想分别执着很多，虽然听了佛法，读了大乘经典，自己也想转，转不过来，总是被外面境界所转，这就苦了，这就叫凡夫啊。所以要紧的念头转得过来啊。这个是我们修行人成功失败关键的所在。这个念头归根结底就是佛法讲的
我法二智。西方人所讲的控制别人的欲望，这是我执啊。控制别人的欲望，外国心理学家他们说，这个是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为什么呢？小孩小的时候被父母控制，这个意识他就种下去了。将来长大了，他处处都想控制别人。这个说法，你好像也有点道理。那么在佛法的时候，比这个说的还要深。佛法讲是无始劫来的习气，不是这一生培养成的。这个一生养成这个毛病，这在语言上讲的，没有在真正的因上去说。真正的因呢，只有佛知道。无量劫来养成的习气，所以我们首先要觉悟。真正觉悟要从哪里做起呢？把这个控制别人这个意念呢，明根拔除。培养成佛菩萨这个习气，佛菩萨服务众生，为众生工作，为众生服务，绝对没有控制别人这个意念。我们要想超凡入圣，要想破迷开悟，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转捩点呐，这个才重要啊！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转变，别说修行，一辈子、生生世世的修行都收不到效果。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学，决定不是这一生当中才发心学佛的。为什么呢？这个经是一乘原教啊。你在一生当中遇到这部经典，就可以证明你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成思诸佛如来，你才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机会呀，遇到这部经典。世间学佛的人很多，你去问问，几个人知道《华严经》？几个人见到《华严经》？能够听讲《华严经》更稀有了。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不可思议，机缘无比的稀有啊！你能够将这个经从头到尾能真正听过一遍，你的福报太大了。偶然能够听一座两座，就听个一次两次，那个福报已经不可思议了。那么由此可知，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数诸佛如来，现在还落成这个地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这个开头这里没有转过来。所以怎么样修法，生生世世修，累劫修行都收不到效果。道理在这里原因在这里
诸位果然能从这个地方转过来，念头转过来，我这一生当中，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决定没有一念要控制别人的这个念头，不但别人不能控制，一切万物都没有控制他的念头。你就相信了，听经会开悟啊，念佛会得念佛三昧，这是个关口啊。你要不明白这个关口，不能在这个关口上彻底做个转变，你所有一切的这个功恨不能说是你白费了，确实你没有办法转境界，你所修的都是人天有漏福报。世尊在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积功累德，你的功德不能成就，你可以修一点福德，不能成就功德。但是要知道，福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坛经里面说得很好，这桩事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啊。纵然有大梵天王那么大的福报，也不能了生死脱轮回。佛在经典上这些教训，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而要真正明了，才懂得怎么个修法。在《宝心论》里面说到热，它有四个意思，有四个表法的意思。第一个破暗，这个太阳一出来黑暗就没有了，这个就是表。根本智开了之后，无明就破了，无明就好像夜暗一样，根本智现前呢，就好像太阳出来了。那么根本智从哪里修来的？从禅定。所以佛法的修行决定离不开禅定，不是说只有禅宗才修禅定，那你完全错了。无论大乘小乘，无论显教密教，都是修禅定啊，只是方法不一样，名词不一样。你比如我们净宗，净宗不叫禅定，叫什么呢？叫一心不乱。诸位想想，一心不乱岂不就是禅定吗？所以名称不一样。那么禅宗修禅定的方法，古时候多半用观心，唐朝中叶以后，人的根性裂了，观心这个方法相当困难，所以祖师开方便之门，采取参话头。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佛法一定要利益当代的众生，要利益现前的众生，这个绝对不违背佛的教义啊，绝对不违背祖师的宗旨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道理，原理原则不变，方法不能不变。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的是观心，后来这个方法太难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有成就，祖师才换成参话头。换参话头绝对没有违背大摩宗师祖师的宗旨啊，因为他的宗旨是叫你开悟啊，是叫你明心见性的啊，可见的方法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教下亦复如是，教下的目的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是明心见性。净土宗的宗旨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里面就是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宗门的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开圆解同样一个境界，名称不相同，方法手段不相同，大道的目标是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净宗的修学现在一般人得利益的越来越少了，朝暮二库古来祖师定的，那个时候用这个扩诵本有效，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人老实啊，风俗淳厚啊，人心也诚实，所以在古时候净宗扩诵本啊，你们看看一般扩诵本，早晨楞严咒、大悲十小咒啊，晚课弥陀经88幅啊，真有效果。可是现代人呢，用这个扩诵本呢不起作用，为什么呢？现代人呢不像从前人那么老实，现在人妄想多啊，知见多啊，分别执着非常严重啊，这是我们诊断的，现在人害的是什么病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把朝暮扩诵读经这一段呢就换了，这个一个改变，我们早课采取无量寿经的48愿啊，读这一段经文，晚课我们采取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
针对现代众生所犯的毛病啊，用它来对治啊。那么这个经文非常明显，早课提醒你要发愿啊，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行行济愿，要把大愿落实在生活当中。早过提醒自己啊，比那个楞严大悲十小咒啊，有用多了。那些念了不知道啊，不晓得念些什么啊，天天念，念了一辈子啊，你得到什么呢？那他是无明啊，那什么都不知道嘛，啊，糊里糊涂念了一辈子嘛，有没有得定呢？没有得定。为什么没得定？一面念咒一面打妄想，所以定也没有得到啊，反而增长无明啊，我们才换成四十八愿呢。那四十八愿清清楚楚，你不会落在无明里头啊。啊，天天念，天天想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与弥陀本愿相不相应，帮助你提起关照啊，帮助你呀改变心理啊，没有违背祖师啊。啊，欧耶大师是明朝时代人啊，距离我们现在将近500年了。啊，500年这个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们不是明朝人啊。希望诸位多想想这些道理。啊，晚课为什么选这么一段经文呢？现在众生几乎没有不造恶业的，真的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啊，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五戒十善。啊，所以用这段经做晚课读诵的时候，随文入观。提醒我们断恶修善，持戒念佛，这样的早晚课就起作用。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早课提醒自己，我这一天日子怎么过，这一天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人对事对物啊，与诸佛菩萨相应啊。早课目的在此地啊，晚课就是反省，就是检点我这一天当中啊，哪些事情做对了啊，与佛教戒相应，哪些地方做错了啊，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与经上讲的不相应，这样的早晚课才叫有功德了。绝对不是啊，这个早晚课在佛菩萨面前啊，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佛菩萨都听见了，我是个好学生啊，每天功课都不缺啊，成天打妄想，那个佛菩萨不知道啊。那么这种早晚课照得给诸位说有罪呀，佛菩萨不在面前
泥塑木雕的形象，你都忍心，早晨骗他一次，晚上又骗他一次，一年到头，一年360天，天天骗，你还有什么功德吗？你连泥塑木雕的佛像你都忍心骗他，你当然会骗人啊。这个世界就变成骗人的世界了，所以这个世界要遭大难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希望同学们了解早晚课真正的意思，早晚课应该怎么做法，你要明白这个意思，懂得这个做法，早晚课的效果非常殊胜啊！这是我们学佛人决定不能够缺少的，早晨提醒自己，晚上忏悔改过。天天要提醒呢，天天要改过啊！所以大家晓得，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在佛菩萨面前念，这是对诸佛菩萨，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我们对他的纪念，对他的感恩，虽不在，看到形象如同真人在面前一样，取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一般早晚课流于形式了，完全没有实质，它不起作用了。这是我们同学不能够不明白的，因为我们的课诵本在外面也有人批评啊，他批评他的，我们自己的真实利益重要。这时代不相同，这个修学的方法的时候不能不有改变。我们的目标相同，持戒念佛，我们的需求相同，往生净土，决定得生了，那就行了吗？我们这个课诵本推出来虽然不太久，依照这个课诵本修学，往生所示现的瑞相很多啊，我们常常听到，常常看到啊，足以证明我们的做法没错。我们现在用的衣着也换了，往年我们跟大家一样，我们穿黄海清大的红足衣啊，现在还没有听说人反对，将来我看恐怕也有人来反对的，但是他怎么反对？我们也不敢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换这个衣服，阿弥陀佛来印证的。我这件衣是用咖啡色做25条衣的第一件，12年前做的。我第一次搭这个衣是送李老师往生，我第一次换的这个衣，到韩馆长往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
我们的一不如法。佛在经上讲的，出家人的一袈裟色。什么叫袈裟？袈裟是杂色。出家人吃的这一钵饭，袈裟味也。什么叫袈裟味呢？各种味调和在一起的。所以袈裟就是一个大杂烩。杂色的染色衣不是正色。红黄蓝白黑都是正色。这不是正色，染色。我想到了世尊呢这个交接。所以那一天我在医院里面，我立刻打电话给悟道士，请悟道士通知僧福殿给我们做咖啡色的25条衣。如果馆长一旦走的时候，我们要搭这个衣来送他。悟道士就通知僧福殿。这个僧福殿的老板晚上就来我们讲堂，替我们大家量尺寸，我们就要求他最好能够给我们赶赶工，快一点做好。僧福殿老板说：“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中午阿弥陀佛通知他。这个图书馆要这个衣很急，叫他赶工，阿弥陀佛督促他赶工，所以他把衣料统统都准备好了来量尺寸。阿弥陀佛催僧福殿赶工，我们对了，没做错啊。所以现在你叫我们穿黄海鲜大红烛又不敢了，那违背阿弥陀佛的意思了。感应不可思议我们要听佛的教诲，要遵从佛的意思所以这个热，第一个是破案第一个意思破案，这是真舍智慧。第二个呢，照智照心如智，如智是厚德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点点滴滴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你怎么知道是高度智慧？你有根本智。这个高度智慧在日常应用的智慧是从根本智里面流出来的。你没有根本智，你就不可能知道你自己有高度智慧。第三个意思是清净。太阳光明清净。显示出自在，所以它有表解脱的意思。第四个意思，前面三种破案、照镜、清净，这三个意思，一界是三，三界是一，这三个意思不是分开的，这个是这个日的圆满相。圆满相呢就是法界相，所以从这个地方表一真法界，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它表这个意思。所以此地后面表法的表法的十位上首都是诸佛如来实现，
应以日天子而得度者，他就现日天子。那么这个在前面呢讲月天子的时候跟诸位略略地提了一下。现在我们对于太阳月亮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月光是太阳的反射光，月亮自己不能发光，何况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送人登陆月球了。太阳我们知道是一片火球，温度非常高那个地方的人绝对不能生存。即使地球上的重金属放在太阳立刻就融化了那是很高的温度佛在经上说这月亮里面有人，还有月光菩萨，太阳里头也有人，有 日光菩萨此地告诉我们日天子月天子，这可能吗？所以佛在此地这个意思用得很深的，你看他没有把它放在人道，他把这个列在欲界天道，天道跟人道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频道啊。这就是现代科学家讲的时空的维次啊。日月里面这些菩萨们跟我们生活在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他们可能是七度空间、八度空间，不同频道啊，我们看不到他们了。我们到月球上去找也找不到他们了。我们看月球非常荒凉，什么也没有，可能他们这个菩萨住在那个地方啊，树木很高大，确保庄严啊，我们见不到啊。不同的空间维次，我们看太阳是火球，也许太阳里面这些菩萨住在里面，清凉自在啊，跟我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诸位可以从比较方法能够体会佛说佛用鱼来做比喻鱼在水里面游就好像我们人呼吸空气一样，它在里面很自在魔鬼一看到水是火它非常恐怖，非常害怕。人看到是水，鱼看到水是空气，卧轨看到水是火，不同境界。我们细心想一想，佛这些说法，我们相信佛的话，《金刚经》上说如来是真鱼者、实鱼者、如鱼者，不妄鱼、不狂鱼。佛的话是真的，佛是无眼圆明
能把事实真相看透啊，我们不行啊。人鬼杂居啊。我相信同学当中许多人曾经自己见到鬼。你相信确实有鬼啊。有些人说有鬼我没见到啊。你以为见到鬼有好处啊？没好处的。你凡是见到鬼的都是自己运气衰的时候。见不到鬼好啊，证明说你阳刚强盛啊，你的气很强啊，鬼不敢贴近你啊。常常见鬼你的气很衰啊，你的身体一定很虚弱啊。等到你见到鬼相信有鬼太迟了。所以这个宇宙之间啊，无限的神秘。这个秘不是秘，佛家讲深秘，理太深，事太微妙，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不是我们的常识所能够理解的。所以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有同学来问我，他说我们从今以后还要不要念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我说照念呢，这太空人进去发现月球里头没有人啊，人见不到菩萨了。你们天天念观音菩萨，你们见过观音菩萨？你们在经常常常念阎罗王，你什么时候见到阎罗王？不可以说人没有见到就没有，那个是太武断了。我们相信佛的话，还要照念，还要求解释。那么这个第一位啊，日天子里面含的有这么多意思。我们应当如何来学习？一定要训练自己的根本智。训练自己根本智，就是刚才讲的了，要从这个起点转过来。发一个心，服务社会，服务众生。决定不能有一念心，干涉一切众生的事故，要发这个心，我们这个转的就很好，一切众生，不仅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不愿意，不会起心动念去控制别人，让别人听我的意思，不可以。诸佛菩萨从来没有一念说是要我们听他的意思，没有。即使佛所讲的戒律佛说出来，并没有勉强你一定要照做。他要勉强你一定照做，那就是他有意思控制你。佛没有。佛叫你听，叫你自己悟，叫你自己去做，你自己发心去做。这个好啊。这佛的教学我们不能不佩服啊，这真正的伟大了。佛对于破戒的学生佛不处罚了。莫病了。莫病什么话呢？随他去吧，不要理他。用这种心态，现在说是不干涉的方法。
让他自己去觉悟，让他自己忏悔。这是佛的教学法。那近代弘一法师学会了，你看弘一法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他的学生犯过了，犯过之后，弘一法师知道了，他用什么方法？一句话都不说，今天不吃饭。所以学生看到老师今天不吃饭了，大家就要反省，一定有人有犯过。老师不吃饭表示什么呢？学生没错，我没教得好啊，不是他的过，是我的过。你们想想看这个味道。所以学生对老师怎么不感恩？怎么会不认真学习？真诚的爱护啊，真诚的关怀啊，没有责备，只有启发啊，希望你自己觉悟。这个方法好方法了啊，可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行得通，现在行不通了。现在学生犯过，老师不吃饭，我死活该，不会反省了。所以现在老师决定不用这招啊，用这招上不灵，我死真的活该，我死了。所以一定要晓得那是什么时代，你面对着这一群是什么样的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教，这个叫全智，这是智慧啊！所以弘一大师用的这个智慧，我们来用行不行？不行的啊！佛陀当年用这方法，我们今天用也不行啊！年头不对了，人心不对了，社会不对了啊！你还要想墨守成规？哦，我不照那样做，违背佛祖的教诲，错了。你叫做死读书，你学佛叫佛呆子。啊，念书人变成书呆子，学佛就变成佛呆子了吧？啊，那怎么能教化众生呢？所以一定要懂得，佛法是活活泼泼，佛法讲的叫现代化与本土化。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违背佛教界的精神、方向、目标，方法是灵活运用。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弘传，在每一个时代稍稍有改革的时候，总不免呢有一些争议。这种情形在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清楚，要有智慧。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幅度改革的时代，尤其是20世纪将要结束了，21世纪中国人对这个概念比较上模糊，外国人呢对这个看得非常严重。它是这个1000年跟另外一个1000年的时候，这是大的改变。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有人喜欢过去扩诵，还念古老的扩诵本，行，我们也赞成，不反对。为什么呢？那是宗教，那是宗教的佛教。我们今天换成新的扩诵本，我们是佛陀教人，我们是从宗教里面超越出来，我们不是宗教的佛教，我们是教育的佛教，一定要达到教学的效果，要讲求这个。在目前全世界，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佛教的形象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呀。这是修佛人不能不知道啊。第一个，宗教的佛教；第二种形式，学术的佛教，把佛教经论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哲学来研究。许多学校里面开佛经哲学，这是佛教变成学术了。这是第二种形式。那么第三种形式，佛教变成邪教了。这个情形大概最近呢，三四十年时间。我们看到邪门外道啊，欺骗善良的众生啊，打着佛教的招牌，所作所为与佛的教戒完全相违背，这邪教啊，对社会对众生有害而无利。第四种啊，这个形式啊，作秀的佛教，表演的，规模很大，一次表演呢，有几万人参加的，载歌载舞，大概是两三个小时的节目，真正讲经只占半个小时。开始半个小时，其他通通是娱乐的节目啊。这个我们看它叫作秀的佛教啊。最后这一种呢，我们称作传统的佛教。传统的佛教是什么？是教育啊，是教学，跟前面四种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精神啊，传下来的教学的原理原则，我们要认识清楚了。在这五种形式当中，我们学哪一种？继承传统，要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佛教是教育，佛教是教学，与宗教与哲学统统不相关呐。这个理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民国十二年，欧阳靖吾大师，他是一位在家居士，当时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这个学校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现在改成南京师范大学在这个前面师范大学前面金陵女子大学在民国十二年那个时代叫第四中山大学
欧阳先生在那里做了一次讲演啊，那个讲题就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啊。那一次讲演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做成笔记，做成记录，以后印出来流通。我是在1977年在香港讲经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给我很大的启示啊！我们过去都把佛教看作宗教啊，他提醒我们了，于是我们现在仔细观察佛教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动啊，归纳成五大类啊。那欧阳先生继承的是传统的佛教啊，是教育，是教学啊，所以他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特别强调思道。佛法是思道，思道是教育。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是当时创教的这个老师。我们今天造一个礼堂来供奉他，这个礼堂称为大雄宝殿，来供奉他，来纪念他，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弟子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你要懂得什么意思，不是把他当神来拜啊，不是求他保佑啊，你要把他当神来看待，求他保佑，你搞的是宗教的佛教那这不是传统啊。传统供奉的佛是我们的老师，老师的遗像，菩萨是我们早年的学长，他是佛的学生，我也是佛的学生，他比我早啊，我们称他学长啊，我们是平辈的，所以供奉佛菩萨尊师重道。给中国人供养祖先意思一样，报本范师啊，我们报答了最初的老师那个恩德了啊，供奉是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见贤思齐啊，老师做佛了，他也是人呐，他能做佛，我也能做佛啊。我听从他的教导，跟他学习，我也做佛啊，我也做菩萨啊。你供养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我也变成观音菩萨。我供养地藏菩萨，我也要学地藏菩萨，我将来要做地藏菩萨，这就对了。供奉佛菩萨形象，提醒自己，是自己修行的一个榜样，是自己修行的一个模式，我要修得跟他一模一样。这个里面哪有迷信啊？哪里是崇拜偶像呢？外面人说我们迷信，说我们崇拜偶像，完全是误会呀！说的不好听的话，完全是他无知啊，他不了解。说话不负责任啊！
别的地方说话不负责任可以，新加坡说话不负责任不可以，犯法。所以一定要了解的清楚，了解的明白，我们学什么。所以我讲我们这个佛弟子一定要有很明确的定位，我们在社会上什么地位，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定位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佛陀跟他的弟子们要用现在的话，他们在社会上什么地位，是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佛法传到今天2500多年了，我们这些佛的学生，我们也是要做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义务就是不求报酬啊，热心服务啊，我们从事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范围非常广大，我们从事是佛陀社会教育。佛陀是什么意思呢？智慧觉悟。我们做的是智觉社会教育的工作，帮助大家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在社会上是这样的地位呀。佛法要证明，佛陀教育，佛法要定位，社会工作教育的工作者，非常崇高啊！从事社会教育这个工作，跟普通教育工作不一样啊。那么出家一定要经过考试，恢复考试的制度，因为你是从事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你要有什么资格，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一定要经过考试，你的德行，你的学问，你的能力，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你才有资格担任这个工作。第二位，光印严天子。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王，先看到是鬼王。那么后面看到呢，天王。这个日天子、月天子都是属于欲界的天王。那么到底下一段，就正式用天王，33天正式用天王，这个比天王还次一等，用天子，没有用天王，这是欲界天里面最低的。可是我们要记住，全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如果真的是这个天王、人王、鬼王都没有资格参与华严法会。华严法会里面最低的水平，化身大士。在华严会上表法的，华严会上说话的，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绝不是真正的三贤十圣的菩萨，不是，全是诸佛如来应化的，诸位要这样看，这个意思就圆满了，意思就丰富了，他们是化身。
光焰炎，我们从这个名号里面去看，太阳跟月亮，这个名号里面都有光，在我们现在讲的发光体，光标智慧，前面月天子里面所说的光，表全智。日天子里面所说的光，表实质，这个是表法不相同的地方。光焰也，焰是火焰，也是光明。这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很丰富了。说明全是两种智慧都具足，叫光焰呢。这个眼呢，慧眼呢，智慧之眼呢，跟我们凡夫的眼不一样。凡夫肉眼有少数，所谓有特异功能，有点小小的天眼，可是这些菩萨不但有天眼，他有慧眼，他有法眼，他有佛眼，华严会上出席的大众，人人都是无眼圆明，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对于一切众生了解得很透彻，如果对一切众生不是透彻的明了，你就没有法子去帮助众生。为什么呢？说法不契机嘛，佛说法特别教诫后来的学生呢，要守住一个原则，原则是契机契理，契机而不契理，那是魔术，不是佛术。契理而不契机，叫废话。为什么呢？听众听了不得受用，听了没用处，没用处就是废话，说得再好都是废话，没用嘛。所以佛的说法，菩萨说法，切记切理，不违背真理。在佛法里面讲，不违背性德，自信的智慧福德，决定是相应的，又能够适合众生的先前生活，先前这个程度，真正对治他眼前种种的病态，对他有真实的好处，真实的利益了，这个叫契机。换一句话说，学了马上就能用得上。光焰炎怎么学法呢？是在讲光焰炎怎么个学法，就是智慧如何得到，就是这么个问题。智慧的得到啊，一定要从禅定当中得来。佛教给我们应接得定
因定开慧啊。你心不定，哪来的慧？这个心定就是根本智啊，定心起作用啊，就是后得智啊。但是这个定要有相当程度，不是浅定，不是小定啊，有相当深度。前面曾经跟诸位讲啊，这个定功啊，能够转变烦恼，伏烦恼的定不行，转烦恼的定啊，才叫做根本智。那我们要求啊，第一。先决的条件，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放得越多越好。啊，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放下越多越好啊，对你自己有大帮助啊。第二呢，我们今天用修定的方法是用念佛。念佛堂就是修学念佛三昧的场所。三昧是禅定啊。念佛三昧是高级的禅定。不是普通禅定。大经里面常讲啊，念佛三昧，三昧中王，最殊胜的三昧啊。你在勤修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大分也有三等。最高的理一心不乱，其次的事一心不乱，再其次就是最浅的功夫成片。深的念佛三昧我们没有把握达到，浅的念佛三昧功夫成片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你能不能得到，就在看你，你能不能放下。果然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功夫成片前的念佛三昧不难啊。你得到这个三昧，你生死就自在了。你才晓得这个可贵呀！世间任何一桩事情不能跟这个相比呀。哪一个人在世间生死有把握？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就可以多住几年，那叫生死自在呀！给诸位说了，功夫成片就自在了。你就真的成就了。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上品功夫成片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完全自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站着走就站着走，想坐着走就坐着走，得大自在，决定不生病啊！
你跟阿弥陀佛就通消息了，功夫成片，上辈的就做到了，那么在中辈的还不行，中辈大概在往生前三个月，两三个月知道，中辈的，下辈的大概往生前一个星期，前几天知道，这是功夫成片下的。所以我们要得光焰眼，没有别的，要认真修戒定慧。念佛堂就是修清净心，这个重要啊！要把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扭转过来，那个效果就很快了。再看下面第三尊，须弥光可谓净床天子。这一尊菩萨德号比较长，名号里面须弥光，这是比喻。须弥是这一个地区啊，我们说这个地区是讲的阎浮提州啊。阎浮提州就是讲的我们地球啊，这个地球是南阎浮提州啊，这一州啊。须弥山在哪里呢？须弥山在小世界的当中，四大部洲啊，这是四个星球啊，连同日月，日月都是绕须弥山而转的。这佛在经上说的，日月绕须弥山而转，须弥山在日月这个轨道的当中，你们想想，须弥山在哪里？过去我们很多人误会，我也是误会之一，都把作当作这个银河系。现在我们天文学家发现的银河系，以为是一个大千世界，很多人都是这个看法。那么我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我们谈了这个谈话当中提到这个问题。老居士说，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我听了也愣住了，然后想想他这句话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太阳月亮确实是绕银河系在兜圈子嘛。银河系的中心呢，就是佛法讲的须弥山，我们中国人讲黄极，黄道。什么叫黄道？没有读天文学的不懂，如果读天文学你懂得什么叫黄道。黄道是行星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那叫黄道。它是绕太阳系，这个星系是绕银河而转的，
银河系的中心呢，才是须弥山呐、啊。我们见不到啊！啊，这是佛说的，须弥山佛讲是众宝所成，自然放光。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须弥来表高大，表不动。啊，他不动，其他星球都绕他而转，啊，他是中心点，取这个意思。那么须弥光在此地，就是表根本质，啊，根本质是不动的，啊，就如同须弥山一样。厚德智那是善巧方便，就好像众心围绕着它转一样，用这个来表法。下面这几个字可谓净创，清凉大师对这几个字有简单的注解。威是怕他了，谁威他呢？造恶的人，造恶的人看到他了，心不安呐、啊，怕他了。他有禁，这个可啊，是连到下面的。实际上这一句话应该是可畏可禁。这个可是双关字，上面是个可畏，下面是个可敬。可畏作恶的人见到日天子就可畏啊，造善的人呢看到日天子就可敬啊。床是明显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这个名号的意思，我们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他的智慧，他的光明，他的德行，让世间造作一切罪业的众生看到他害怕了，不敢面对他了。而世间一切行善之人啊，看到他非常尊敬。那么这个意思就说明啊，须弥光天子他的德行呢，教化一切众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菩萨要教别人，首先自己要做到，自己做不到就不能教人，自己要先做到啊，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行、学问、能力，然后才能帮助一切众生，才能够教导一切众生。这个是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第四尊，力够宝庄严天子。这个名号意思很清晰，垢是染污，因为日天子是表根本质，所以此地这个垢啊，三类的烦恼通通包括在其中，见思尘沙无明，
都是垢啊。一定要远离，我们学佛的同学，哪一个人不想远离烦恼呢？天天想没用啊，还是天天生烦恼啊。这个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没有把烦恼啊舍离，也就是没有把烦恼放下了。这个放下是从心里面放下。你心里面常常还想着它，那就不行了，你没放下。心里从今之后啊，不要再想这些烦恼了，烦恼就放下了。有些人我不能不想啊，没这个道理，你是自己欺骗自己，还想欺骗别人。你没有忏悔呀，你没真的放下，不是不能放下了。如果真的是不能放下，想放下不能放下，这一切诸佛怎么能成得了佛？这些化身大士怎么能成得了菩萨？说实在话，是你自己不愿意放下，不肯放下了。你真肯放下，真愿意放下，不难啊。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对这个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对于一切虚妄的，依旧执着啊。这才是你真正的病根啊。因此放下那个前面是看破，你没有看破，你怎么肯放下呢？你今天放不下，没看破啊。你今天在此地不肯出力，是因为什么呢？你没有看清楚，这是佛的。另外一个地方骗你，在那里出很多钱，到底去拥护，你被骗了，你没看清楚，假福田当作真福田，真福田认为是假福田，搞颠倒了。你还在迷糊啊，还没开窍啊。佛法的修学可以说从初发心到究竟果位，没有别的，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就是这两种啊，相辅相成啊。你越是看破越能放下，越放下就更深一层看破，一直到如来究竟果位，离垢啊，离开烦恼垢秽之后啊，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那是宝。这个宝是自性的宝藏，不是从外面来的。智慧现前，德能现前，得是性德往外流露啊。能是能力啊，德也可以说德相啊，能就是全知，善巧方便，庄严自信，
庄严自胜，庄严佛国土啊！啊，这个佛国土是境界，可见的那个心里头一念转过来，真正的庄严啊，这个回向啊才落实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土啊。你要是没有利益烦恼，你拿什么庄严？下面一尊，这第五尊，勇猛不退转天子。这个意思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勇猛精进。精进，进就是不退转了。这个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精进，精是纯而不杂了，这叫精啊，绝对不是杂进，不是乱进，这个对我们的修学产生很大的妨碍啊，念佛堂里面常常在念佛的人，我也仔细观察，变了，容貌变了啊，态度变了啊，变得什么？变得稳重啊，变得有一点点像修道人的样子，以前不像啊，现在有点样子了，不过样子还不明显，模模糊糊的，所以我想，再有三个月之后，他这个形态就不模糊了，就有样子了。所以我今天很感慨的说，我们讲经的法师啊，在讲台上讲30年呢，不如人家念佛堂修3年，这是实话。不是假话啊！念佛堂这个念3年佛，你看他一举一动像佛的样子啊，他的容貌变了啊，心变了，行为变了，态度变了，大福德相啊！讲经的法师，如果不能契入境界，不能跟他比啊，他们决定往生作佛。讲经的法师说，种一点世间有漏的福报，还要搞生死，还要搞轮回。所以诸位要晓得，讲经是福德，不是功德；念佛是功德，不是福德，不能比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没有行门的功夫，你的解门呢没有办法起入啊，一定呢要行帮助解，解帮助行啊，那就快了啊，解行不能离啊，相辅相成啊，解行是一桩事情啊。那么念佛堂同修着重在行门，暂时把解门放在一边，等到你念到心清净了，你来听经啊，一听开悟了，他会开悟啊，天天研究经教的研究几十年还不开悟，哎，他一听就开悟。为什么一听就开悟呢？因为他已经是佛心。什么叫佛心？一心就是佛心，二心是凡夫心啊，是轮回心啊，一心是佛心啊。你念到功夫成片了，那就是一心了。
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这个才是勇猛不退转，才是真正的精进。希望我们同修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然后才懂得什么叫精进，什么样才能得到真实利益，我们这一生就不空过了。好，今天时间到了，请大家看。Thank you.